第十八课，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。Lesson eighteen, I believe they'll agree. 一听力，One listening. 第一部分，Part one.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。 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Questions one to five,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，Example，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？ 一，孩子怎么了？变化这么大，我真没办法相信。我自己也没想到，他一个星期就瘦了五斤。一，孩子怎么了？变化这么大，我真没办法相信。我自己也没想到，他一个星期就瘦了五斤。二。 你下星期去北京，你的那只狗怎么办？我有个同学很喜欢小动物，他同意帮我照顾几天。二，你下星期去北京，你的那只狗怎么办？我有个同学很喜欢小动物，他同意帮我照顾几天。三。 这是你儿子，他跟你长得真像啊！是，但是他的嘴更像他爸爸。三，这是你儿子，他跟你长得真像啊！是，但是他的嘴更像他爸爸。四，这是黄老师的画吧？他的画都非常有名。对。 我买这画花了三万块呢。四，这是黄老师的画吧？他的画都非常有名。对，我买这画花了三万块呢。五，你怎么总是带孩子到动物园看动物？能不能换个地方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 动物园不但环境好，而且孩子对动物很感兴趣。五，你怎么总是带孩子到动物园看动物？能不能换个地方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动物园不但环境好，而且孩子对动物很感兴趣。第二部分。Part two。 第六到十题，听句子判断对错。Questions six through ten,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，example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 六，明聪,明聪明的人只要看到机会，就会想办法拿到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。聪明人知道机会不常有。六，聪明的人只要看到机会，就会想办法拿到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。 聪明人知道机会不常有。七，小云，你从动物园出来后向左走，到了地铁站以后再向右走，然后就能看到体育馆了。小云要去体育馆。七。 小云，你从动物园出来后向左走，到了地铁站以后再向右走，然后就能看到体育馆了。小云要去体育馆。八。关于中国的节日，除了春节以外，别的我都不了解，但是。 我打算找一个中国老师教教我。关于中国的春节，他比较了解。八。关于中国的节日，除了春节以外，别的我都不了解。但是我打算找一个中国老师教教我。关于中国的春节，他比较了解。 九，那个宾馆离我们学校很近，不但环境很好，而且不太贵。每次有同学或者朋友来，我都会带他们去那儿住。他认为那个宾馆不错。九，那个宾馆离我们学校很近，不但环境很好，而且不太贵。每次有同学或者朋友来。 我都会带他们去那儿住。他认为那个宾馆不错。十。我学习汉语一年多了，水平一般。我能听懂中国人说的一些简单的句子，也可以说一点我相信明年我一定会说得更好的。 他的汉语水平很高。十，我学习汉语一年多了，水平一般。我能听懂中国人说的一些简单的句子，也可以说一点儿。我相信明年我一定会说的更好的。的他的汉语水平很高。 第三部分 Part 3听短对话, Questions 11 through 15.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小王,帮我看一下门, 没问题，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，你明天上午要去哪儿？陪我去医院吧。 我要带学生去动物园看大熊猫，后天行吗？女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？十一。你明天上午要去哪儿？陪我去医院吧。我要带学生去动物园看大熊猫，后天行吗？女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？ 十二，昨晚的《动物世界》你看了吗？没有，我最近忙着准备下周的比赛，很少看电视。男的最近为什么很少看电视？十二，昨晚的《动物世界》你看了吗？没有，我最近忙着准备下周的比赛，很少看电视。 男的最近为什么很少看电视？十三，奇怪，我记得把手机放进包里了，怎么找不到了？别着急，我给你打个电话，就知道在哪儿了。 男的为什么要给女的打电话？十三，奇怪，我记得把手机放进包里了，怎么找不到了？别着急，我给你打个电话，就知道在哪儿了。男的为什么要给女的打电话？ 十四，14, 你不会骑自行车。是的，在我们那儿很少有机会骑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四，你不会骑自行车。是的，在我们那儿很少有机会骑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五，15, 吃饭不能吃太饱，那对你的身体不好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同意。可是吃太少，我晚上睡不着觉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五，吃饭不能吃太饱，那对你的身体不好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同意。可是。 吃太少，我晚上睡不着觉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四部分，Part Four，第十六到二十题，听长对话。 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6 through 20.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，Example. 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。 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十六，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。是，我小时候比较矮。你现在有一米九吗？一米九一。 我都不相信自己能长这么高。男的小时候怎么样？十六。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。是，我小时候比较矮。你现在有一米九吗？一米九一。我都不相信自己能长这么高。男的小时候怎么样？ 十七，你怎么买票买了这么久？节日里来动物园的人特别多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我们的票买到了吗？买到了。今天不但来了很多北京人，而且还有很多外地人。女的为什么买票花了很长时间？十七。 你怎么买票买了这么久？节日里来动物园的人特别多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我们的票买到了吗？买到了。今天不但来了很多北京人，而且还有很多外地人。女的为什么买票花了很长时间？ 十八，今天我们还去国家体育馆吗？只要你不累，我们就去。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先洗个澡。行，我去洗车。女的现在要做什么？十八，今天我们还去国家体育馆吗？只要你不累，我们就去。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先洗个澡。 行，我去洗车。女的现在要做什么？十九。听说这家饭馆的羊肉非常有名，要不要来一盘？我不吃牛羊肉，有没有别的菜？ 我看看菜单，你看这个鱼怎么样？行，只要你喜欢，我们就点。那家饭馆的什么很有名？十九。听说这家饭馆的羊肉非常有名，要不要来一盘？我不吃牛羊肉，有没有别的菜？我看看菜单，你看这个鱼怎么样？ 行，只要你喜欢，我们就点。那家饭馆的什么很有名？二十。奇怪，这段时间怎么没看见小周来上班？他病了吗？你不知道吗？ 公司已经送他去外地学习了，是吗？他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！小周工作认真，经理当然让他去。小周为什么没来上班？二十，奇怪，这段时间怎么没看见小周来上班？他病了吗？你不知道吗？公司已经送他去外地学习了。 是吗？他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！小周工作认真，经理当然让他去。小周为什么没来上班？